来这个吧。谢谢。这相声大会呢，一场接着一场。嗯。啊，这一场呢，把我们小哥俩换上来了。月哥报幕。不容易。嗯。刚刚两位说了一段。对。说了一个传统的节目，那叫什么名字呢？刚刚新写出来的哈，叫。哪有传统节目？啊，这场把我们俩换上来了，应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你要没听就说没听。还传统节目，真的是没怎么听。我们这个节目也都是下午这个刚结束，两个小时写出来。对，到后台赶紧背，能背多少背多少。对，啊，两位说的不错。上一场这个站在桌子外面这个呀，嗯，也不是我们外人，嗯，这是我们七队的队长。队长啊，我呢是七队的队员，哎，副队长，啊，没有副队长，有，叫什么名字呢？嗯，叫周九娘。对，我们两个人呢。其实我跟我们的副队长合作，你认不认识我呀？我不是说小心眼儿啊，你叫错两回了。怎么是两回呢？上回你就叫错了，这回你还叫错。周九郎，杨九郎，周狗粮。你是晚上要吃夜宵了吗？你周什么？周九郎，周九，我师傅给我起的。周九良，嗯，很好的一个相声演员呀。但是大多数的演员啊，都找这个捧哏身上的缺点，脑子不行。哦，捧哏演员傻，我从来不说这个。你有什么资格说？你凭什么说？嗯，大伙儿都知道秦霄贤，德云社的一个傻子。我不是傻子，嗯，我的傻，嗯。是遗传的，遗传的，他不赖我，赖我，不像话了，别这样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您什么意思吧？给周九良加一分，他让他找嘴子，对，这是舞台经验。这个秦霄贤老不找嘴，他老看着那捧哏的，他已经暗示他，让他就这话筒，观众听着。忽大忽小，这声音，你看着他，他看着你，没人看观众，观众觉得没有存在感。你没见过我妈吗？不了解，从来没有见过。对，我妈，嗯，她是一个女强人。女强人，而且她还是一个东北的女强人。怎么那么说呢？有过一回，嗯，有过一回，我小时候吧，大概五六岁哦，发高烧，大概烧也没烧多少度，多少度？56度。怎不烧死你呢？我喜欢这个数字，我可能是38度、39，38度、三，可以吗？什么叫可以？怎么还要带商量呢？可以，38度，烧的我这个难受啊！哎、我爸也不在家哦，我妈作为一个女强人，嗯，得干嘛？为家操劳啊！为家为业，那天凌晨2点回的家，哦，加班呢？加班以后走回家。哦，溜达着回去，溜达着回去，那是挺冷的，给我妈冻的呀，嗯，那小手跟冻得跟胡萝卜似的，那天冷啊，胡萝卜似的。我妈一推门，看着我在那烧着，哈哈哈，烧糊涂了，哈哈，我在那正烧着呢，烧成孟鹤堂了，你知道吗？给我妈急坏了，是吗？看着我了，心疼啊，儿子，那边说去，哦。儿子，哦，抱着你的脸，捧着我的小红扑扑的小脸蛋，嗯，儿子，心疼啊，妈，哎，真暖和，哎，拿你捂手来了是吗？这不心疼我吗？啊，这是心疼你吗？这都是我妈干出来的事儿。你妈这是竟是迷惑行为，这就你要提起迷惑行为来啊，我妈的迷惑行为太多了。还有比这更过分的？太过分了，是吗？我小时候上学啊，我好不容易考上了一个学校啊。嗯，我这话说的对。但是我妈想我，嗯，离不开我。刚一开学把我送到学校，嗯，我妈就给我发短信了。哟，说实话，嗯，我挺独立的，是，就不老希望每天跟妈妈身边黏着。怎么你嫌烦？不是有点，他发的太多了。发说什么啊？给我发短信。嗯。哎，
儿子一个人这就要上学去了，哟，留下了孤独的母亲，嗯，独守在家。不知你曾阅读过这样文章没有？嗯，你的余生还能跟父母共同度过几个小时？给我吓的呀！我以为我妈要干嘛啊？不不不，这是太想你了，想我，这应该理解。儿子开学了，嗯，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？哦，什么时候才能放假呀？哦，盼着你放假回家看看他。嗯，我想让我回家吧。嗯，回家放学了，放假了之后我什么也不干。嗯，就在家里陪我妈，就在家待着，这不就完了吗？哪儿也不去，往家里一躺。嗯，我妈看着我了。嗯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回家秦霄贤。嗯，怎么了？你天天抱个手机，你就在床上你就躺着吗？你就啊，你都拧床上了，你都。拧床上，自床上，你这缝合了你们都啊！你怎么不死在床上呢？你出去你溜达溜达，你四肢都躺退化了，你知道吗？你，嗯嗯嗯，你说我烦不烦？不是，是赖你知道吗？你这是回家陪妈爸妈呀？对呀、啊，回家了我天天待着。你这回家是陪手机去了？你这是陪妈妈吗？那不啊，玩手不行吗？真正的陪伴呀。也是，后来我也明白了，聊天啊，上了班之后那才是真正想家的时候。哦，这好，因为时空后当中工作起来真的有很多压力、嗯、是想说回家多陪陪母亲，家庭是温暖。你再看看我妈又怎么了？她玩手机呀、啊，他玩上手机了，他也不理我呀。啊，他自打我说了相声之后，嗯，天天在网上听秦霄贤的相声，还是开弹幕的那种，我自己个儿都不敢开，是吗？骂得太难听，给他加一分，勇于自嘲，给这谁秦霄贤，哦，也活该您。回家了，我看着我妈在那玩手机，也不理我，嗯、头也不抬。是，我妈。我回来了，嗯，你看看我，你的宝贝儿子，你再看我妈，嗯，嗯，嗯，还是这个好看。过来坐，过来坐。我看这个网上这些网友给你的评价，嗯，比你这个相声，嗯，更像相声。哎、这都是真的吗？知子莫若母啊。而且我能问问你为什么？嗯，他们老说秦霄贤，嗯，你是个傻子吧？哎呦，对，我生的。对着手机喊呀、啊、我的宝贝。行行，可以了，认下了他。这是怎么了、嗯、我就说妈他听不见。对，弹幕、嗯、弹幕这飘着，他们都发出来的，没有、嗯、不是语音。爱看弹幕，还有别的弹幕吗？哦哦，我就没明白这句，这个为什么还给我儿子明码标价呢？嗯，这上面标着23333，这啥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哦，你说哦，你说这个呀，这就是现在啊，你说哎，我跟你这代沟怎么这么大呢？你说、嗯、就是。现在网上有很多人表示这一段特别可乐，嗯，就拿哈23333333来代表，这就是哈哈哈哈的意思。哦，二三三三，哎，哦，哦，现在就是不说哈哈哈了是吧？啊、哦，哦、嗯，我刚教完的，嗯，我妈就接了一电话，是，她说什么我也不知道，嗯，但我妈这么一乐给我吓坏了，怎么乐？对着手机，23333333。其实阿姨呀、啊，想跟你拉近距离，明白了吧？哦，那说了这么多，我就明白了。减少这些代沟，那我就应该呀、啊，多教我妈一些现在网络比较流行的东西，多交流。你比方说，什么叫网络冲浪？嗯，对不对？是什么叫弹幕？哎，虽然说他们有很多行为呢，可能咱们理解不了。是，但是真的希望啊，有朝一日咱们工作起来了，都回家看看父母，应该的。这是不是应该我们做的？对，再加上。他们也其实在努力地追上我们的步伐，哎，是跟我们的
代沟就再也没有了。那你跟你妈还有代沟吗？没有了。是吗？一点代沟都没有了。我妈现在太聪明了。是。自从我教完她什么叫弹幕以后，她会看弹幕了。她还会发弹幕。还发呢？当然了。发什么呀？秦霄贤，你是个傻子吧？哈哈哈。